嗨，大家好，刚刚被自己笨死了。我们五点就起床了，五点木村叫我起床，然后弄一弄，五点半下来到大厅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要出门，准备出发薄荷岛，司机已经在外面等了，结果呢，发现我忘记填 travel form， 所以我们出不了门。看一下现在的时间。我们要等到六点整，它的门禁时间到，我们才可以出去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走第三条桥，就是地图最靠左侧那个要收90披索那条桥，不然怕来不及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我们我们车上再见。跳薄荷岛有点太远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去薄荷岛，已经在船上了。他们坐船就有点像台湾的高铁那种感觉，那个整个站里面，然后一直有广播什么鬼的。毕竟他们这边7000多个岛屿，所以其实还蛮酷的。然后去薄荷岛要玩 zip line 空中飞人，因为应该是没有海边的行程哦。那时候这样看起来，毕竟只有一天。排队下船，现在要去找我们的导游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手机快没电了，才大早上了。不敢相信我们找到我们的导游。It's wait for the bun. 你好，你好树，你好树啊。Morning. 我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么牛逼的吗？现在要准备去漂浮餐厅，他说是有点像 buffet 那种感觉，蛮期待的。你好，台湾。拍一个这个，这很牛哎！ It's a 214 steps going up there. Yeah. 爬上去的同时，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巧克力山啊。他们说巧克力山其实是石灰岩地形，
那什么叫石灰岩地形呢？各位国中一定有学过，就是中国广西那一块，什么云贵高原那边，全部都是石灰岩地形，然后就会有像陆地上会有风林，地下会有溶石作用的洞穴，石灰岩洞穴。可是这边很特别，这边虽然是石灰岩地形，可是他们没有地下洞穴，就是没有溶石作用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它的成因究竟是什么？其实大家都还在讨论。然后目前最能够被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，他们是本来是在海底的地形被抬升之后到陆地上来，然后经过陆地风化之后才会变成这种1000多个山丘状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是蛮屌的耶。好屌！我现在越爬越喘，先爬好了。没事啊，赶快把那个，赶快爬上去。这个地球长青春痘啊，被我发现了。刚刚在那边付了门票，然后就走进来这个地方，要看眼镜猴。那边感觉有人在砍树，好吵。眼镜猴，他们叫做 Tarsier。OK， 因为刚刚下过雨，所以整个天气是凉凉的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希望我的鞋子不要湿掉，只要我的鞋子不湿就完美。这是真的还假的？这是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吧？这也这么假的？你这是真的，好恶心啊！它看起来像假的。刚导游说，如果那个眼镜猴觉得太吵的话，他们会撞他们自己的头，然后自杀。他们是夜行性的动物啊，早上睡点觉挺正常的，睡觉不到。欸，不是我要说 iPhone 真的很烂。结论是眼镜猴好像奇异果。高空溜索600匹索，我来了。就不敢相信被留在这了。OK。OK。Okay. Why is this a plane? Yeah。然后这个是刚刚买的门票，刚刚讲错了，是高空飞索500匹索 zip line。我到了。这么。台湾，台湾 ，Let's hold on， 台湾 ，Hold on， 恭喜发财，来个 ，Ready， 来来，欢迎。感觉怎么样？趴下，趴下。哦。伏地挺身，预备。Yeah, thank you. 三个洞。OK。好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嘛。哦。6:99，马克思伦。搁那唱歌呢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变小孤独了。我大希望波吉酱。我大希望波吉酱。波吉酱。波吉酱。拜拜，拜拜，马达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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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还有一个的意思是吧？所以帽子也不用脱，哎，还蛮爽的耶。其实没有到很可怕，也没有到很快，只是它那个刹车会有点怕怕的，因为它的我也不知道它用什么方式刹的，但其实不会到很不舒服，因为我本来以为会突然撞一下之类的。你这是什么动物啊？是很瘦的狗吗？有鸡耶，妈妈有鸡。How do you feel? Very, very good. Pretty good. Yeah. Okay. Hey. 很好，很好。Okay, nice. 很好，很好。很好。行くぞ。行くぞ！拜拜。OK， 你应该要来的，我少一个 partner 可以拍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礼拜一在飞河家园见大家，拜拜，我是何废料。